郁文啊。多謝主席。呢一份審計報告咧，係可以話即係萬眾期待，等咗好耐，千呼萬喚始出來。啲立法會議員講乜你都唔會聽。審計報告行公量值，你老人家坐喺度而家做證人，唔好同我哋駁嘴 ，OK？ 我提問題你就答，我唔會同你辯論。你對於啲議員對你個人嘅回應嘅批評，你可以話我唔接受呢個批評，就係咁簡單，冇必要去辯論嘅。辯論你都辯論唔過呢個大律師，更加何況同我辯論添，即係嘥時間，係咪？香港人關心嘅係咩呢？14萬人佔用咁多土地嘅資源，嗰700萬人就眼光光睇住你呢14萬人，係嘛？係一個特權階級。中國人話，特別我哋有一位智者叫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呢、這個地盡其利，你係所有當政者。任何一個國家的大政就是土地政策，就是講分配。局長，你是左仔，你向往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曾幾何時你參加60年代的反英抗暴的鬥爭，你是很明白在這個殖民地統治時代那種對即是華人的歧視，是嗎？或者對你們這些左仔的歧視，你是感同身受的嘛，是嗎？今天你做局長，你跟我講歷史承傳，將港英時代殖民地統治這些不合理的制度你繼續承傳。開宗明義跟我講120條，阿茂都知道沒有120條，香港想要即係個主權要轉移都難啦，係咪？呢個係一個契約精神。好啦，回歸之後1997年開始，是不是要重新檢視為什麼14萬人可以享用這些土地資源，而其他700萬人享用不到？是不是要檢視啊？15年又15年，那就30年了，是不是？續約15年，97年，跟住而家又15年，那就30年了。請問是不是等你瓜老襯、我瓜老襯、我的子孫後代都一樣要繼續面對這個不合理的政策、土地政策？審計報告就不是跟你講這些，我現在是開宗明義跟你講這樣先 ，OK？ 如果你問我部分這些會所的土地要收回，我們很徹底的 ，OK？ 但是不是今天這個取證的範圍，因為今天是根據61號報告書第一章。好清楚，免地價或以象徵式地價直接批出土地於私人體育會所出現的行公量值的問題，你是答不到的嘛？你跟梁家傑辯論什麼？啱啱先？你只不過想話俾人聽啦，係咁噶啦，啲公民黨啊、民主派啊，總係政府就係唔啱噶啦。我哋大家擺事實講道理，議員表達意見的時候或者提問的過程容或言辭刻薄，這個是作為議員監督政府的天職來的，每一個人的表達方式不一樣 OK？ 你可以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是嗎？你沒有必要去跟我們吵架，這裡不輪到你跟我們吵架，是嗎？所以玉敏，主席，玉敏你問問題，我現在問問題，你可以大白講完一大堆 OK？ 好，我首先第一部分就是要回应局长在他的开场白的发言而引发的一些相关的问题、OK？ 第一个就是你在你的发言的第一段，我们这一辈人，我都跟你同辈的、OK？ 是吧？大家都是即係嬰兒潮後出世的人，不過你好彩過我，你係官至局長，係嘛？尊貴到不得了，係嘛？我哋呢啲係爛仔議員 ，OK？ 呢個係另外一位姓曾講嘅，曾蔭權 ，OK？ 基本法規定50年不變，我想問一下你，我頭先講過15年又15年嘅續約，係咪要根據呢個所謂50年不變？咁即係話50年佢就得？是不是这样的？明白我说什么？
再續就是譬如話你九七做咗十五年，而家再續十五年，跟住再續十五年就冇噶啦，係咪咁啊？第一個問題你答我。局長，土地契約。主席，我哋局長你答一下。主席，我哋已經由今年九月開始咗一個全面嘅檢討，就亦都喺我哋新一批續約嘅土地契約裏邊咧，講到明佢哋呢個續咗約之後，不能夠預期佢哋必然咧係會獲得再續，或者按同樣嘅條件係再續嘅。係，要問主席，佢冇答到我問題喎，係咪？嗱，因為你部分咧，咁但係其他會所咧，我講嘅係一個整體。嗯，我嘅問題就係，既然五十年不變，呢個土地契約特別係喺呢個所謂按照呢一個所謂條例嘅啊，呢啲咁嘅土地契約係咪再續多十五年就玩完咧？你而家係講個別係嘛？我檢討咁，如果唔符合即係一啲規定嘅係嘛，或者違規嘅。咁我唔俾佢續咁長，或者唔續約。局長，你可唔可以答喺五十年不變嘅概念去答啊？你講噶嘛？九七問題由土地契約問題引起噶嘛？咁跟住就五十年不變啊嘛。等我答啊，張文嚇。嗰、那個不續約嘅咧，嗰、那個契約裏邊寫明就唔係單止佢違反土地契約，我哋唔續嘅，就即使佢依足曬個土地契約嚟做咧，都不能夠期望到到十五年之後咧，一定就係再獲得續約。嗱，呢個咧，主席喺任何時期嘅政府都可以咁樣提嘅。當佢檢討嘅時候，啱唔啱啊？唔係淨係你呢個政府係咁樣提嘅。當佢面臨呢個續約嘅時候，任何嘅政府都一定會同佢講：你唔好期望，我一定續約俾你。啱唔啱啊，主席？即係鬱敏頭先講嗰個係，即係喺你續約個期間，約可以唔續，但係喺五十年不變嗰個角度去睇咧，佢又有期望。你如果你係尊重歷史，你俾咗佢十五年，而家有十五年咧，你點去可以喺一個五十年不變基本法嘅角度去行使呢個特別嘅權利？唔好有期望，我唔俾你啦咁。即係你喺阿鬱敏就係嗰個問題就係咁，你可唔可以？在這方面答，如果你答不到，可不可以叫周巡常秘在這個契約那裡方面去解釋，等你先答了先好不好？主席，我嘗試答，我覺得我已經回答到了這個問題，因為即是我們續約的時候呢，直接是寫了在那個土地契約裏面，就合同合同式。在你的開場白第四段裏面就講了，等我答完先，等我答完先，局長在個契約裏面都寫到明，即係如果你即係你想續呢個約嘅話咧，續約嘅期滿之後咧，你就不能夠期望咧係會繼續續落去嘅。就係你要準備咧，實際上就亦都係話咗俾個承租人聽，你呢個期呢個約續咗落去之後咧，你唔能夠你就可能冇噶啦，就冇就你要準備呢個約係約滿之後咧就完噶啦。OK， 阿鬱敏，唔係我覺得咧，即係我再同佢糾纏落去都冇意思噶啦，因為大家都聽得好清楚，佢基本上就冇答到我問題嘅，係咪？咁你任何嘅土地契約係嘛，即係任何時期嘅政府喺處理呢一個相關嘅土地契約嘅時候，佢都必須要係咁樣講噶啦，咁啊嘛。咁你答唔到我嘅問題。鬱敏，依個契約咧，同埋第二啲契約咧個分別咧，依個係一個係特別嘅契約，係俾佢哋啲非牟利嘅唔係我明白嘅呢個主席。這個是非常清楚的了，已經是。你繼續問。另外呢，我又要回應回局長那個開場發言那裡最後那段，我感謝審計署就這課題所做的工作和完成的報告，我同意報告書第55.8-59段羅列的各項建議。至於報告書內提及懷疑違反契約的個案，我們會逐一跟進。我想問一下局長，你看完這些建議了嗎？局長，有沒有舉三幾項給我聽聽，還有你怎樣跟進呢？這個第一個問題。局長是 5.8 和 5.9， 剛才你說過 5.8、5.9 去解釋給議員聽。你覺得這些建議你是照單全收，如果按照你這裡說就照單全收，然後就應該訂一個時間表，
具體執行呢啲建議，係咪應該咁咧？抑或係虛應了事？我哋聽到意見啦，好似你頭先回應我哋啲議員嘅意見一樣，我聽到你嘅意見，係咪？我哋開放嘅態度，任何意見我哋都會認真考慮。呢啲全部都係廢話嚟嘅，我唔想聽廢話。鬱敏啊，對唔住，我哋唔係因為審計報告係好具體嘅建議，非常具體，冇廢話嘅，所以我要佢回應。我解釋俾你聽，我哋帳目委員會咧，唔係去講完就算嘅。我哋每一次開會咧，有跟進翻以前嘅報告，佢哋有冇去做到佢哋要承諾嘅。承諾的事項就幾時要做？因為每一次開會你記得㗎。我即係提翻出嚟啦，主席。即係我講俾出邊聽。明白，明白，主席。你而家講緊啲嘢，應該佢答我嘅。唔係 ，OK， 係咪？我係從一個帳目委員會嘅角度去睇，咁你可以答佢跟住啊。主席，的確係正如主席所講嘅咧，就嗰、那個我哋每次聽完之後，會定期將嗰個進度咧再發表報告嘅。因為是我哋需要去咁報告嚇。嗱，我哋過去咧一路都有跟進呢啲所謂你哋嘅跟進，係咪？咁好多時發現咧，根本我哋好多時我哋再檢討嘅時候，我哋都唔會冚咗個快腦嘅。個理由就係因為你冇做到啊嘛，因為你虛應了事啊嘛。我哋好多呢啲經驗嘅帳委會，你同我都係即係我諗我經驗豐富過你啊，係咪？你又出席過幾場公聽會，我哋做咗九啊 N 咁多場噶啦。淨係 ICAC 嗰度做咗八場啊，係咪？你唔會比我哋更清楚嘅。我問你嘅問題就係話，你而家有具體話俾我哋聽，審計處長做呢一個建議，嗱我哋睇曬嘅，全部都係好具體嘅。OK， 講嘅都係按照客觀事實，然後佢哋提一啲，即係佢哋認為你哋應該咁樣做，係咪？都係建議啫，係咪？咁但係我問你嘅問題，你係照單全收啊嘛？而家係你話你接納。同意即係第五點八同五點九段所有審計處嘅嗰啲建議啊嘛，咁我而家要求你定個時間表出嚟，係咪？咩部門去執行呢啲政策，係咪？修改呢啲政策或者接受呢啲建議要執行呢啲建議嘅時候，你俾個時間表我，咁你就具體啦。鬱敏，等我去答一答。局長，你可唔可以喺五點八喺個 A、B、C、D 咁，你可以解釋？解釋俾阿鬱敏同埋我哋聽，你點去係接受咗依個意見？依個意見個時間表係點做？你係各方面，頭先阿湯太都解釋咗少少出嚟嘅。咁你喺依個五點八段嗰度 A、B、C、D 嗰度解釋，咁咧就大家出邊好多人都睇到，因為咁啊會好啲嚇，好唔好啊？你從五點八 A、五點八 B、C、D 咁去講，好唔好？係，主席，正如你所講咧，實際上我哋定期。向你哋再報告翻個進度咧，嗰個係有時間表嘅，即係要定期去報告嘅。咁至於你啊，譬如你主席你所建議嘅，我話 A、B、C、D 咁樣舉幾個例啦。咁你 A 你話就政策檢討制定時間表，咁啊呢個我都開始嘅時候你都講咗，我哋個政策檢討咧就係就2014個年底咧，因為有一個初步嘅結論嘅。第 B 因應各有關方面嘅需求咧，喺各個不同嘅目標之間取得適當嘅平衡咧，我哋肯定係會咁做嘅，因為我哋確係覺得呢啲私人喺新契約嗰度反映出嚟，係啦，因為實際上呢啲而家呢啲契約所涉及嘅會所係多方面嘅訴求嘅，有會員嘅訴求，有外邊嘅人士嘅訴求，以至依佢所在嘅地方。即係喺你每一季嘅報告去向你解釋翻，咁去做係咪？係啦，係啦，好啊 ，C 啦，好唔好啊 ？C。現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續約及新契約的審批定出日期後採用的主要原則，以其更加定出日後採用的主要原則，以其更加符合公眾利益。我們是會定出一些原則的，包括那個一般 的綜合發展的原則，以至於我們在體育康樂方面的考慮的原則，我們都 會定出比較清楚的指引。 D 呢？ D就所述的37份批予非政府機構及其他機構的私人遊樂場地契進行類似的檢討，以確定當局處理的。我們對的確是我們現在接近70份這些地契呢，就除了這些體育會之外，其他的我們都要一併處理的，就不單止
是而家所個呢個報告所講嗰廿幾份，其他嘅我哋都係同一個。或者咁啊，可唔可以你俾份事後俾份報告我哋？跟進你剛才講的方面，給我們看一看 你們怎麼去做跟進，什麼時候，好嗎？簡單一點給我們，那我們可以在報告那裡就加回入去我們的將來寫的那個6月1日報告的時候，好嗎？好，我們盡量做，不過我們正如你所說，我們會定期會做報告給你，定期呢，但是現在我們這個做這個公開聆訊的時候，有這個這議員有這個，我們你就給回一份報告，好，做一個簡單報告。那 5.9 了，那不是5.9舊啊！地政處長或者周常輝，你點去睇法？你點接受咗依方面？你點去做？你可唔可以講俾我哋聽啊？解釋鬱敏嘅問題。主席，我即係你係咪接受咗呢個報告先？我哋頭先亦都講咗咧，我哋係會配合呢個民政局嗰個嘅檢討，喺從地政即係個地點樣用啊，同埋個地點樣規劃方面咧，係俾我哋嗰個嘅專業嘅意見佢哋嘅。好，鬱敏繼續，唔該。主席，多謝你啊。咁就其實5.8嗰個係第一部分嘅，5.9嗰個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其實都反映咗咧，即係成分審計報告喺衡工量值嗰個過程裏邊咧，對你主管下嘅呢一個所謂私人會所嘅問題咧，即係提出嘅嗰啲所謂質疑啊，同埋缺失嚟嘅，係咪？即係話證明咗一樣嘢，佢羅列呢啲建議。從另外一個角度睇，就係你做衰嘢做咗一大堆，而家叫你撥亂反正，係咪？你冇責任嘅咩？呢一度一大堆講嘅嘢，係咪？我一陣間仲要逐項問你添啊，有啲係咪？你有責任嘅嘛？而家不過佢點咗出嚟之後，得啦，我哋會回應啊，我哋會逐點回應啊，係咪？呢個係你哋作為一個主管機關犯咗嘅錯誤嚟噶嘛？啱唔啱啊？唔單止從衡工量值啊嘛，更唔好話我頭先講過上升到嗰個層次，呢個基本上就係喺香港一個貧富懸殊、階級有矛盾嘅一個產物嚟噶嘛，係咪？所以我對你期待高啊，明唔明啊？曾德成，你係左仔嚟噶嘛，係咪？我對你期待高啊嘛，講公義噶嘛，係咪？唔該，你繼續問啦嚇。我想問一個問題，頭先就即係湯太有講到嘅，即係大家亦都話喺呢個行政，即係喺呢個報告裏邊咧，即係比較關心嘅就係、是，咁頭先即係湯太咧就好講得好詳細，嗱，我哋有好多宣傳嘅，係咪？咁嗰啲宣傳有咩效果咧？請問，我舉一個例啫嘛，喺報告第3.9段 A 啊，係問啦，到啦係嘛？這個民政事務局在2011年7月、在那些文字媒體刊登廣告，以宣傳根據契約營運的處所有體育設施可供使用。3.21段呢，就是2013年3月使用量數字偏低。3.25段呢，就民政事務局認為可藉增加宣傳及派發資料而得到改善，包括要求會所在網頁公布有關設施資料。跟住民政事務局在2011年七月之後，我想問下有沒有跟進會所在文字媒體刊登廣告的情況？我問這個問題是有原因的。 OK， 登了什麼報紙、什麼雜誌，你可不可以告訴我？湯太，好啊，就那些的廣告呢，就不是由各個承租人去登的，而是由民政事務局登的。那我們一般都是跟政府的那個就是採購的程序啦，那我會做一些即係招標啊等等，然後就睇下嗰個即係嗰個價格啊，同埋包括埋嗰啲嘅報紙嗰、那個circulation 啊，咁然後就最後決定喺邊一度邊啲報紙或者係雜誌嗰度登嘅。咁喺過去嗰幾次，我哋先後做咗3次啦，咁都係喺分別唔同嘅，一共有4份嘅報章同埋1份嘅雜誌嗰度去登出嘅。咁我而家手頭上我記唔翻，即係邊一次係邊幾張。若果有需要，我可以會後就補充翻。呢個係絕對有需要嘅程序，絕對有需要嘅。嗱，譬如咧，有一啲叫指定政府刊登咩法律廣告嘅報紙噶嘛，以前啊，咁而家冇咗啦，係咪？係嘛？咁
如果你登喺文匯大公就死得啦，真係係咪啊？大公報你又做過總編輯，我而家話俾你，你嗰陣時銷量高啊，而家周街數賣唔知買到500份，咁如果你登喺大公報係咪死得啊？係咪？但係如果你登喺嗰啲銷量高嘅報紙又好貴喎，係咪？咁你嗰個宣傳有冇心咁解？你明唔明我講咩？同埋可能你嗰個公帑有個限制，有冇達到呢個效果？你話你登咗4份報紙，一份雜誌嘛？嗱，主席請佢交出，即係話佢登過嘅報紙雜誌嘅名稱。OK， 佢而家記唔到，佢話俾我哋聽。湯太，你可以我哋係取證嘅一部分，事後交俾我哋。冇問題。同埋，但係我哋都要從一個衡工量值嗰個角度睇，唔係最高嘅嗰啲。收係啊！我哋都係跟嗰個採購程序去處理。OK， 好啊。同埋唔同嘅版面啊。係好啊。係咪因為你登喺有啲版面係收得平啲，有啲版面係收得貴，個效果唔一樣。你繼續問啦。啊，唔係你叫佢應承咗做啦。同埋版面係版面喎，係邊一版？啊 ，OK。嗱，頭先提到即係話你都廣泛宣傳啊，希望令到公眾知道嗱，原來呢啲會所咧你可以用嘅。嗱，我問局長一個問題。深水埗露宿者如果去木球會游水得唔得咧？阿局長，你答我。局長啊，主席，我哋嗰個開放嘅機制咧，係如果喺舊嘅契約裏邊咧，係通過一啲特別嘅認可嘅機構之下去組織團體去做嘅，唔係話任何一個人就行入去。就做得嘅，即係都係有。因為 NGO 帶佢入去。係，要需要有一個非政府機構去帶佢入去。咁我都知道，如果有一啲議員啊，或者有啲同事，佢又有一啲組織，佢係會做呢啲露宿者嘅工作嘅話咧，如果佢同嗰啲會所聯絡咧，我覺得就有機會嘅。即係你覺得嗱，你又答咗呢、這個，你又答得具體啲啊！即係如果深水埗啲露宿者咁有一啲組織係，譬如安排佢哋有啲活動嘅嚇，咁、好啦，呢啲組織你冇講咩組織喎？有冇政府即係批准嘅組織或認可嘅組織？譬如我成日對，即係我喺深水埗成日同啲露宿者嚇。即係去有來往嘅，咁我哋有個教會咧，就喺度瞓咗600多日噶啦，已經係嘛？咁啊，成日去幫佢哋處理佢哋啲問題。咁我喺個即係閒談嘅過程之中，又覺得佢哋真係缺少運動，係嘛？咁我想去你呢啲咁嘅私人體育會所，然後政府即係免地價嘅呢啲地方，係嘛？喺個公共使用嘅個時段裏邊，係嘛？令到佢哋可以用嘅，佢有咩途徑啊？你嗰個宣傳有講到咩？嚇、啊！你所有呢啲宣傳所對口嗰啲部門，教育局啊、社會福利處會做呢啲嘢咩？佢唔會啊嘛！嗱，我哋覺得你而家免地價或者象徵式地價去，好啦，俾呢啲咁嘅會所，咁好有規定，佢又要開放某一啲時段俾公眾使用，你係有一個機會去做到咩咧？去令到個社會更加和諧，俾啲弱勢嘅族群有機會使用呢啲去望下。喂，大佬，呢啲全部非富則貴嘅，要俾幾廿皮啊，即係嗰萬啊，係嘛？入會嘅嚇，我都可以去下，係嘛？你有冇主動去做呢啲嘢咧？冇啊嘛，個答案係係嘛？我提呢個問題唔係同你開玩笑嘅，你唔好喺度以為哎呀得啦，有團體搞都唔係唔得嘅。嗱，我就試下。如果唔得，咁點咧？鬱敏啊，你有權去做任何嘢，去答得你啊，有團體啊，局長有冇補充嚇？你可唔可以責成社會福利處做咧？啊，局長，除咗露宿者，鬱敏啊，等佢答一答。老人家啊，湯女湯太。好啊好啊，多謝主席，多謝議員。就其實根據我哋而家嗰個處理方法咧，我集中講社福機構啦。咁其實我哋喺嗰個宣傳上面都講得好清楚，就係喺社會福利處受社會福利處資助嘅所有嘅機構，都係我哋心目中所指定一啲嘅外界嘅團體。咁但係呢一個咧都唔單止係咁樣嘅。咁我哋一路都鼓勵各個承租人啦。
咁佢哋可以喺即係我哋並冇指定嘅一啲外界團體之外咧，佢都繼續同其他機構合作。譬如話喺我哋所知道嘅裏邊，有部分嘅團體都會同一啲譬如母親的抉擇啊，又或者係其餘嗰啲有譬如話智障嘅團體啊，或者係一啲比較弱勢嘅社群啊，咁佢哋都未必係接受緊社會福利處資助嘅，或者係有啲叫做自助組織啊等等，咁都有頗多呢啲嘅資料咧，喺我哋收翻嚟嗰個季度報告，因為我頭先都提啦，我哋所攞嘅資料係包括埋佢整體嘅使用嘅，唔係淨係我哋所提及嘅嗰啲外界團體嘅，咁我哋喺嗰度睇得到嘅，所以我相信嗰個渠道一定係有，咁但係就喺嗰、那個方法聯絡上面咧，我哋喺網上面亦都有啲嘅聯絡資料，咁若果係即係若果覺得某一啲團體有需要嘅時候，真係可以嘗試一下去聯絡咯。要問你可以主席，我哋需要詳細嘅資料，有關頭先湯太講嗰啲，我要詳細嘅書面資料，有乜嘢呢啲團體或者嗰啲智障人士係嘛？嗰啲去過使用呢啲咁嘅公共設施嘅次數係嘛？我哋要啲相關嘅資料咯。OK。你可以俾到嗰啲相關資料俾我哋，好唔好？要問你問多條，我哋休息15分鐘嚇。休息啊！我一陣間再問啦，好嘛？好啊，好啊，好啊，唔該。